好的，马上带您关心。您看到一整片地都是泥泞，道路已经无法行走，怪手就在一旁不停地挖呀挖，就是希望能尽快将道路给清理干净。这里是台二十线199公里台东县海端乡出来路段，三号早上6:40发生边坡坍方，导致双向道路阻断无法通行。放眼望去，整片道路全部都是泥沙土石，范围相当大，而对面还有车辆要过来，但是看见这景象，驾驶就只能停在远远的地方，因为路已经没有办法通过。一旁的水沟内水势看起来也是快速在流动，非常的惊险。而山头的台风外围环流结构加持，夹带了强劲的风雨，导致向阳到出来路段坍方，已经预警性封闭道路。目前公路段正在积极办理抢灾还有清理作业，要尽快让道路能够恢复通行。以上是目前最新情形，将时间镜头交换给棚内主播。